一样，就是代表特别好用哦。那你一句点，我一喊伙伴的时候，句点就表示你开始讲话啦。如何经营班级，从口号到技巧，甚至是上课的教案，来自台湾的教联会团队倾囊相授，尤其是亲子班的课程设计，都让参与的学员有收获。这个设计以孩子理解孩子，然后去理解他们，去观察他们，然后再设计一个思路，然后再去理清他们感兴趣的点在哪里。除了台湾团队，福鼎老师们也分享自己所设计的教案、教学资源，相互交流。对内是老师的一个深度有提升，然后对外也让一些新的老师对慈济的教育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，学习的那种上进心，然后学习的那种积极度，还有认真度，还有做事情的那种效率，我真的很佩服。两天的活动也利用时间邀约家长参与心灵讲座，探讨教养问题，找到孩子的独特性，也会看到幸福的希望。大爱新闻侦探美智工福建综合报道。